记录了哈、哦。只能说这个张贤志啊，职棒生涯投了最精彩的一场比赛，结果对方表现也很精彩。哦、那暴龙队呢，在十局的下半呢，把先发的张贤志换下去，换上来第二任投手则是球衣背号36号的羊头贝利。这是贝利回国之后第3次的出赛，面对到第一位打者郑达宏，是让他打成一个二垒方向的滚地球遭到刺杀。